是日日，今天呢又是我们的短发汉服发型时间了。开头打底部分呢还是和之前一样的，这里我就不多讲了，我们来快速的回顾一下之前的步骤。然后夹完假发片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假发片打成一个松松的麻花辫盘在脑后，这里我们还是用一字夹固定就好了，不管用多少一字夹一定要把它固定的牢牢的。然后我们取出一个隐形发网，用它包住我们后面盘起来的这个麻花辫，防止拍摄的时候它散开。然后呢我又加了一个发片，这个发片是我用以前的曲曲发剪的，变成了一个比较短的发片。这个发片我们需要把它往前面放，这边我们把发片固定好之后呢，从两边分出一部分的头发打成麻花辫，然后打好麻花辫之后，中间剩下的头发呢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然后在头上立圈圈。这个具体立圈圈的方法大家就看视频吧，也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那种方式来立圈圈，只要把这一部分的头发在头上搞成一个发髻就可以了。头顶的发髻做好之后呢，我们把两边刚才编好的麻花辫像这样固定起来，然后两边就会形成两个圈圈。那么我们这个发型就这样完成啦，是不是非常简单呢？然后大家可以配上自己喜欢的发饰。那么这里我搭配了三套发饰，这三套发饰都是我在拍就是之前动态发过的那套魏静的模特图的时候用过的。用不同的发饰搭配出来的这个发型是不是又有不同的韵味了呢？本期视频呢我会在微博也同步发出，然后在微博转发里面抽一位送这里用到的珠花发钗一对，祝大家脱飞入欧。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